的对新人双方的主办人呢，深深的感谢各位嘉宾、各位亲友踊跃的出席的晚间的这个喜宴，可以说呢，让场面热闹非凡，也让一对新人以及双方的主办人呢，脸上感到无限光彩。好了，最新的将再为你安排的是小文小姐将为你带来这首祝福。祝福有其人，有其人，有何其人？来欣赏这一首曲子。好，谢谢，这是韦克勤，谢谢。